水源的干枯，这种大生命的水池没了就是没了，所以呢很着急，水情告急。二三十年前开始呢，我就在呼吁了，水是大生命。大山大地无不都是呢保护人类的生命。咱就做，人个往水上金嘛嘞，上个钱呢，实在钱呢。啊，迄水吼，我拢有当坑的，尽量吸。哦，你看安尼较太过吼，啊，你吼伊沉淀了，顶管爱搭洗衫，冲便所，爱下骹该压菜压花。我们的为人菩萨，他习水如金，我真的看到了都很感动。瓶瓶罐罐都在累积了点滴的水，人人假如都这样，应该呢不会有这么快速把大地的水源都让它呢快要干枯掉。一下子还有起手开小小水，好，没有这样做我们会没有水用。不要是这边呢，我来我用到这边。那你这样节省，你的碗不是还有那个东西吗？你这样给它刷干净啊。我拿不去嘛。啊，明天你还要装嘛？明天我们用这样来抹身体嘛？讲。为什么呢？太少水。现在要呼吁的，水铺满就如瓷器的以水都要珍惜，所以积水积善都是呢造福，所以请大家啦爱惜惜用心啦，点点滴滴要累积。